奇频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曹大元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八届英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五番胜负的第二局，是由中国的唐伟兴九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曹老您好。对，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棋友也都知道，这个第一局呢是唐伟兴输的是有点可惜的，他有很多次机会，但是朴廷桓确实在第一局的下得非常的顽强。虽然就是朴廷就是很多次不也可以说是把朴廷桓是也都被朴廷桓，我看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在第一局过后啊，穆哲和朴廷桓两个人呢是彻夜复盘，然后为唐伟兴呢就是看他到后面有多少次机会，据他们次有一锤定音的机会，然后唐伟兴都错过。在第一局结束之后呢，唐伟兴呢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做了这个大篇幅的一个总结，对、对，说自己反正无论是从技术上到心理上，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我看有很多棋手嘛都给他回复，然后说让他后面加油。然后既然他第一局过后能有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快速的能把自己的这个问题找到，那后面还都是还有很有机会的。对，这个战最后的决赛，这个是五番胜负。对，而且呢，这个其实应试杯的用时呢，我觉得大家也得就是习惯一下，他们是每方3个小时，然后是有2次延时罚点，每次是延20分钟。其实，在第一局的这个战斗中啊，他们所剩的时间都不多。唐伟兴还剩3分多钟，朴廷桓只剩2分多钟就超时了。这个比之前的比赛缩短许多，好像觉得对，他是延时2次20分钟，对，就是3小时40以内要下完吗？对啊，是。所以说，其实就是在第一局的时候，他们俩由于这时间不是所剩很少嘛，可能朴廷桓呢，或者是韩国根本就没有包杆制的棋，对对对，所以一度呢，朴廷桓是左手下棋，右手暗中，这个左右开弓，对，典型的有点手忙脚乱啊，不能说脚乱，脚没上去，对，真的是有点慌张。而且这个赛后啊，好像裁判长杨又嘉老师呢，还专门跟穆振硕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说朴廷桓不是当时就提他比赛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一次，然后赛后又给他指出，是吧？很正式的说了一下，不能左右开弓，是不是按应试规则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写上，就是按这样的。就左右开弓，哎，你刚才讲清楚没有？就是左手下棋，右手摁中嘛。摁中，他是左撇子吗？是左手下？本来不是。本来不是啊。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试规则是要被罚点呢？有没有这么一说？我记得好像咱们中国围棋规则啊，当年是警告，对，第二次警告被罚。不，第一次警告就罚2目，就罚1子。我记得有过严厉，咱们好像实行过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好像就没有。因为我记得类似于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有一些干扰对手的行为啊，第一次应该是警告，比如说是，其实警告就相当于罚子了呀。好像还是2次警告要罚子，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现在很多棋手还是有这个习惯，玩那个折扇会发出声响。这个呢，如果经过提醒或者说经过警告之后你还不改，这应该是要被罚点的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规则呢，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咱们可能是没有这个有这个明文规定。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啊，是对这个左手下棋右手摁中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呢在比赛中还有的棋手被罚过点，就是1次，就是只要你发现了，我一举手一告裁判，我说他左右开弓，然后就会罚1子。
就是在是那么严厉的2003年的定段赛上有好几盘啊，这是中国围棋规则，但是我们这个应试杯用的是应试规则，这个是从1988年开始实行以来，好像没有大的改变，但是我刚才听你一说，这用时规则可变化挺大的。对，因为之前起码在上一届，您还参加过两次，您那个时候是用时是、那个、用时，我记得应该是每方是3.5小时啊，这3.5小时用完之后是延时罚点，一次是35分钟，就是对。刚才的理解可能稍微我们解释的有点小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它是可以用到第3个20分钟的。现在的规则应该是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每方3小时的规定用时，用完之后就是进入延时罚点。第一个时段呢是你可以有20分钟的。可是您3个小时用完了就已经罚2点了。对，罚点，到你用到3小时20之后又罚2点。又。罚2点，就是、对，就已经罚4点了，您就没机会了。那样的话，就是原来的应试规则，那时间要比这宽裕，就是说是它本身的自由支配时间就3.5小时，然后呢，它有每一个延时罚点的时段是35分钟，这样就是时间上宽裕很多。第一，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出半小时。然后呢，它的延时罚点的时间又接近于多出半个小时。对，现在大概是不是都是快节奏的生活？我们更多的是快棋赛，就包括我们围甲联赛，也就是2小时45分。所以这个3小时的可能已经算是就是基本时间算是长的，不过它这个是没有读秒的。基本是对，它这个等于实际上是现在变成。如果把它看作是个包干用时的话，等于3小时40分钟之内，对，就一定要下完的，就是有一方就肯定不能超过这个点了。他们也是大战了300回合啊，也可以说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战斗到最后，所以两个人的用时啊都非常多，也可以理解。不过今天呢，不知道汤伟星经过了这个昨天啊休息日的一个总结之后，会不会今天的棋风或者是在开局啊这之类的战略战术都有所不同，不知道他准备了什么。不过在今天呢这个讲解之前啊，我们还是为大家进行一次抽奖，就是第一局答对朴廷桓获胜的762位观众里边呢，我们要抽取11名幸运观众。一会儿呢我说抽奖开始，曹老您说停，然后咱们这个现场呢为大家抽取11名。前10名呢我们获得的是云南永子吊坠，非常漂亮的棋子 啊，还有第11名的幸运观众呢获得的更是一个好礼品，就是咱们著名棋手签名扇子，其中有曹老的，然后还有唐伟星的，有众多高手的一个签名。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滚动大屏幕，我们来进行抽奖。停。高处不胜寒，恭喜您获得了云南永子提供的吊坠一对。这是停雨，恭喜他，同样是国宝永子吊坠一对儿。风吹稻花香，恭喜他，同样是吊坠。停蒋光林，这个应该是一个名字啊。第四位了，一心二用，这一心二用可不行啊，人都说一心一意啊。不过也同样恭喜他，第五个了，这是不是滚动会也可以啊？对啊。停，这个升旗10万，这是第6位幸运观众，恭喜您。我们继续第7位的抽奖。停，好男纸人，恭喜您，我们抽停，这是该第7位了是吧？这是第7位吗？在路上，这第8位了，在路上。这第9位是谁？停，这个是一个英文。
Milk 不对啊，后一个获得吊坠的棋手廖健。廖健，好，好，恭喜以上十位获得云南勇子提供的吊坠一对儿。停，这个大奖会是谁？宋阳，我恭喜你获得我们折扇。以上十一位幸运观众，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积极的参与我们一元赢大奖的活动。哎，你刚才说的勇子吊坠是一对，对，黑白子，一对啊，黑白子是吗？啊，我看咱们屏幕上显啊，棋子的吊坠确实也不太多。那时候收到的给我的礼物为什么只有一个，不给我一对？那看来是你平时不是黑纸就是白纸。当然我收到过几次哦，所以就凑成了一对。他们好几次送的是吗？哦，可能想多见您几面啊。是这样，我挣了没事，我肯定是收到了吊坠是一颗。哦，我因为我还收到这个吊坠之后，我还过了一下脑子，我说为什么是送我，比如说第一个送我的黑纸，我说为什么不送白纸是吧？那我们应该是一对吧，如果您收到是一颗也别打我。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五番胜负的第二局。好，对，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上午9:30在北京昆仑饭店进行的，这好像开赛前的，对，开赛前的画面。对，我们看到坐在正中央的是应昌七，英明浩，应昌七的大公子。嗯，这是朴廷桓。朴廷桓，这盘棋朴廷桓是黑。对，五番胜负是第一盘拆先，之后是交换黑白，所以接下来的四局都不用再拆先了。如果打成2-2平的话，才会重新拆先。朴廷桓和唐伟星同为93年出生。他们有很多外国人。就是，其实外国人可能也是迷妹啊，不知道是唐伟星的迷妹，还是朴廷桓的迷妹。这个是在向他们解释说，对，这是研究室，对，这于老啊，国家围棋队总教练。对，远处呢是韩国队的团长穆振硕。对，确实英式杯呢被我们称为围棋界的奥运会四年一届。对，因为它和奥运会也是同年份进行的，也是四年一届。虽然呢现在咱们也关注着这个奥运会啊，但在这个期间可能我们所有的棋迷关注更多的应该是英式杯。对，那棋迷是毫无例外会关注英式杯的。是，那咱们就赶快进入到第二局的这盘棋。好，行，这个布局我们刚才已经从画面上看见了，是，对，黑白都是新小目，这个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开局。白棋挂角，唐维星碰上来。 对，这个是现在的流行型，好像无忧角就是要碰上来一样。在第一局他们俩也是这样碰上来啊。所以这个简单的最简单的因素就是这个扳，也是现在最常见的。另外一个想法还有是加的也有。要是加的，我想是不是白棋就这样飞了，拆了。因为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我再飞的话似乎黑的再往这边行棋略微有点奇怪，因为这两个交换我们可以看作是被白棋便宜了，以后有种种的利用。如果这样把白的，对，这样黑棋还得花一手，还得走。现在对，主要是这个最要命的是这两个交换，说白棋还不一定亏。虽然比如说是这个场面，黑棋如果是拆二，当然这是一步很不好的棋。对，如果你真下了这样的话，白棋是不一定马上来碰，但是他真的碰上来的时候，黑棋就是说你硬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在哪个位置上硬一手，就让白棋肯定这手棋就吃亏了，也有点痛。对，我觉得我还找不到，不好找。甚至于在某一些场合
说不定还是挺好的一部是应手的棋。刚才你说的是这个，当然我想很多棋手如果在这个局部的下话，应该也是会下在这。当然当现在的话白棋不会在这里行止的，以后它有种种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有子的话，它可以把它顶出来，甚至没有的时候它也可以这个有这个可能性，这是其一。第二，还有可能在这里一个断，还有种种的利用，并且这个前提是非常不好的一步棋，所以这个下法呢，对黑棋来说，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心理障碍的，不轻易不愿意选择反家。是，关本局也是下在这儿。搬长。然后黑棋是压的，压了，这个是一个变招吧，可以说局部的变招。我局部也就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压、力、粘，这三步，但是粘很少，一般力和压会多一点。压的话，它会拐吗？还是单拆？力的话，应该拐吧？会拐是吧？因为现在不是。那个阿尔法狗跟李世石下完五盘，大家都是这个不敢拐了，以前大家都不敢拐，都直接拆。但是这个棋好像不太一样。那您走，然后他也是打。对，但我走在哪儿？这个右边，如果黑的先下的话，他选可选的点大概有五位置。我觉得如果下在这边，白棋肯定打。他会不会接？也不知道。好，接上。白棋再走一个，这个黑的一定不好吗？我觉得不敢下定论。见顶长，要马上走。白棋这个不一定不就。是一个未定型的未有结论的一个变化，是拐的车，因为现目前时间就是我刚才说这样的时候，这个阿尔法狗下的比较多，然后拐这个是阿尔法狗的一个流行型，这个是拐，这个、下的比较多，但是它只是一个挂角的一个子，这棋有拐的，以前的话肯定是也有下来转，是都可以了。以前是觉得拐不着，现在呢就觉得这个打一个好像黑棋能忍受，也够痛苦的，真就这么粘上，所以大家也都放心大胆的拐了。对，这棋是这棋要下了，然后白棋跳。黑棋挖粘，挖粘，这个我好像也见过有棋手下，对，有棋手这样下，对，还有人马上就点一个呢。你说的对，这盘棋他也马上点了，因为这棋啊，他是怕白棋再压上来，似乎白棋右边的棋形是不错的。在白棋会花一手棋走这个吗？有一手棋的价值挺大的，他得空就可以压这个啊。是怕这个还是怕搬进去？这个有点，这个局部啊，还有棋手就是这样。为什么？粘上它就爬进来了，就爬出去吗？不，它有顶。爬，好像它退是死的。就是先手力道了。啊，先手力道这个不太可。但是它又可以顶出去了，有这样的棋。不，它应该，我应该是看到过的。先压一个再断。是。甚至于在这个压之前，为了叫你配的是尖顶，要搬掉，然后搬他不敢搬掉，搬掉这里怕生变，
先慢点搬吧，他是先走这个，然后断掉。现在搬怎么样？搬得着吗？这搬还是挺大，不走我反正就起来了。这个都很大，现在再搬，这个也有这样的一个下法。不过这个棋啊，简而言之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棋形，以后白棋有机会压起来，这个还是相当大的一步棋。这手棋是挺大，是这样，黑棋先挂了一下点，挂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白棋这个小目的位置非常好，如果这样就不好了啊，那我就正好挂这边。然后呢，这个地方要注意的一点是，白棋这个是正经，我要去加它。加攻人家就反加，应该是会反加的。黑棋任何一个点的反加，你放这都是非常好的。对，这个后就可以发挥了。这个地方实际上可以用这样的思路来判断这个棋形。实际上，作为黑棋来说，当时这样的时候，那黑棋选的时候，他已经有点难受的。他也其实很想往这个方向下，不过呢，实在有点不太像话。对，是。所以呢，他只要比这个效果好一点，黑的就其实就可以满意。比如说你就先挂一下，另外甚至于你最紧的一个加，他都肯反加啊。对，因为这个地方咱们首个风险可以说，黑棋走这个跟白的下这个，黑棋是便宜。这个地方还可以长。其实我们其实很多在下围棋的思考过程中就可以这么来想问题，就是说黑的本来也就很想下，在下边的时候你尽量的不要再给对手有这个机会了。对，白棋的拆二是正解。好，现在这手棋已经放上去了，这点这个其实也是经过了职业棋手的探讨的，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点的是打落。这个点就白棋选择的是反击，我记得我之前看的白棋好像就是挡了一个吧，就跟着应了一个。我记得好像他就应了一个。是敢挡吗？我觉得挡好像危险，有一点危险。这个我这贴出来怎么办呢？他就是不是这样走几个就去这边搬了？另外你真挡一个的话，他先暂时不理也有可能性，理的话我总觉得有点担心啊。搬这个，搬倒以后呢，还是有点苦的。这棋，搬一下，虎一下，这能冲吗？搬一下，虎一下，你为什么是能够搬一下，虎一下？我也不知道，我能压这个吗？那我就搬过了这个，但搬过也挺那个，就感觉到这个一路连回。这不是我这打吃你是该着的。那就我提两个，您吃三个。也还行，本来这还有个断。我没有，我两个我要的。哦，两个是要的。我这两个是要。哦，我还以为您从这个，但你好像你有这样的棋，接上你的棋。我也粘上，是吧？这个棋有点可怕吗？我走这个完了之后，有没有搬？好像有点不太行，我觉得，是吧？那你走这个，我只要被你一立，我不太舒服。啊，你还有冲出去。挡的话，黑棋应该是下什么？我看那盘棋他就立了一个。是吗？啊，有啊。啊。之前好像有人下过。棋啊。那他有什么好处？亏了，好像不对。我觉得你可能记错。那我回去找找这个棋谱给您看。我觉得不太像啊。这两个交换有什么意义啊？我没看出有意义啊，肯定应该不是。对，这个点是没点着这盘棋，它直接贴起来了，它没有那么老老实实的挡上。这个是有点担心的，还是确实有点担心。
啊，他是有切出来说的，直接作战。嗯，这个是局部的最强手，从棋形上来说，绷得最紧的就是这步棋。不过他们两个人啊，嗯，第一盘棋就是开始战斗，嗯，一直进行到最后，嗯，这个不会也从这个点开始，不会也战斗到最后吧？两个喜欢战斗的90后，嗯，贴一个是黑棋也贴出来。哇，这白棋就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棋形是在中国国家队是研究过的。研究的结论，研究的结论能接受吗？当然，白的可以这样下，因为有了这个虎，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搬了。啊，嗯，确实是唐伟星主动选择的这个变化，是，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喜欢黑棋呢？黑棋又一拐，嗯。您觉得这个定型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吗？我怎么觉得白的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扳饶特别大，特别愉快的一个扳，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定型，啊，像是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会选择黑棋还是白棋？我怎么觉得黑棋不错？那曹老突然间一说这白棋也好，那我觉得这白棋都下在了，但是二路上为什么好？哎，但是你这几颗子有什么效率啊？黑棋够了，这四颗子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对吧？这四颗子，我们如果拿掉四颗子，其实这个围棋中首格分析是可以常常用到的。现在大家注意啊，我现在拿掉黑棋四个子，我同时也可以拿掉白棋四个子。这样的棋形应该是黑棋好一点，好很多，白棋还不活，好很多。因为这边其实您都撞成这样了，我撞成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这两个子呗。我就亏了一个，啊，就是，你这两个子的棋形并不是说非常好，对吧？不，但是我是这两个我当然是亏了，但是我们看你这一代的首格，是吧？弯一个，嗯，压一个，它又尖一个，嗯，对，然后又长一个，它贴出来，主要是这冲一下，对，把它给冲活。啊，如果这么看的话，好像就是接下来这几手棋，嗯，黑棋亏了。对，这个都很主要是这四手棋啊，这是我现在为什么觉得白的这个棋形还是起码是可下的呢？就是黑，我就看这黑棋这四个子的效率低下。嗯。白棋的高效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这块棋已经成活，已来。主要就是，主要我是看整体的，就觉得白棋好像为什么一上来都在二线，就觉得比较苦。他活了就不苦，可以下吧？我觉得白的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图。那接下来再看几步，看看白棋这边怎么定型。对，黑棋白。大家也可以互动起来，可以关注我。然后同时发到添加关注，然后有什么想法，对，或者问题可以提问曹老。嗯，打下去，嗯，然后冲下去，嗯，白棋断，这个黑棋拐，这又是一个局部定型。黑棋拐，对，是局部定式，哦，但他这盘棋没拐，断打了一下，这个不是局部定式。对啊，这个断打，他为了下后，会不会有变化？为了让白棋下的定下重一点更，特别的变化应该也没有。现在白棋有可能冲吗？这边争子，争子不利，那是不是就不能下？对，争子不利不能下。我说的争子，大家看见是这个，啊，本来的话冲白棋还是有可能可以下得到的，粘上，然后这个吃，我争一下说你脚里还欠一手，但现在我可以跑出来，
因为有这个子的缘故，中子不利。对，这个白棋就不行，你也不能走这个，走这个再补一个，就这个棋形不厚。我吃一个，本来还我还可以在这里叫吃。那现在一切都来不及。对，所以标停环本局这个先断打一下，再拐打。应该是特殊场合下的非常手段。这是绝不的一个变招。刚普通的定式是这个不打单拐的，这个是有熟手的嫌疑。嗯。但是本局似乎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场合的一个手。但是我也不能把它称之为场合下的好手，可能还不能到这个程度。现在白棋应该也没办法补活，然后他打吃。我觉得好像黑棋本来的话，你看本来是单拐是这样，单拐不就是等于形成这个结果？对，打吃长利，这也是一样。现在黑棋如果叫吃的话，白的就马上就脱先了，就不理了。所以这让白棋长也跟打吃交换，应该黑棋便宜。可能这个场合下可能会好一些。嗯，现在是白黑棋打这个，嗯，然后白棋打吃，黑棋提掉，然后白棋就脱先了。白棋脱先。现在这边已经告一段落，那您觉得整体上来讲，双方怎么样？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黑棋的后势和白棋的实地相抗衡的这么的一种格局。也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吧，白棋的布局速度比较快，黑棋呢就是各出的比较厚，那这个时候不用说了。这一带我们刚才我是觉得黑的效率有点低下，但它的反面其实也是比较厚实。不过这个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的话，汤伟新是成功的，因为这个应该也不是朴廷桓的棋风。朴廷桓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实控的。对。不过从我第一盘，现在的一些一流棋手好像都是以取地为主的，这个从风格上来归类。不过从我第一盘，大家就觉得这两位棋手其实都特别好战。对，好战，对，群。所以说，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蛮好看的。嗯。步棋也是也挺体现了这个唐伟新好战的一个风格，主动出击。一般的来说，我们可能也可以会，或者说也一定会有棋手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对对对，飞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厚，白黑棋比较厚，这几个子可能还有动车的余地，什么拐啊什么都可以。所以说上边你刚刚放这个，我就放这个也可以，就是隐隐约约的上面走一个，是限制它，然后伺机而动这几个子。是这个，如果下在这，应该也是一部不错的棋。嗯，它是尖顶。尖顶。不过黑棋它也没有从这边挂来发展它这边，它是从反边挂。他们达成共识。对啊，我觉得这个白棋无不满啊，白棋还可以，并且它还挂，还不是挂在这个点。挂到这儿。这个挺奇怪的，没觉得有点奇怪吗？对。有怪。自然的就摆到了，因为我看它挂角很自然摆到这儿，然后仔细一看，它原来是挂到这儿。就是这样，他现在又进角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进角难道是怕他夹击吗？也不怕。也会。这些外围比较厚，夹击的话我就进角就行了。你这个封住我可以连扳出来的，这个争子白棋还争不了这个子，我可以跑出来是吧，正好跑掉。就是我可以挡住你搬了，我连搬出来、这回是黑棋正子有利了。这个黑棋实战不挂在这儿，大飞挂，这个是意图不明的一步棋。
对啊，他这个选择的方向也有点方向可能他大错也不好说，他可能就不想往这挂，就想往这挂。但是既然是不是挂这个，走在这儿了，有点意思。会不会放错地方？如果是用鼠标下棋的话，在电脑上下棋，我都有点怀疑他是滑标了。未免已经是十号的事儿了，这个、啊、现在已经十一号休息一天，十二号应该睡过来了，应该不会是摆错地儿。这完全是对他的调侃。大飞一个小尖，哦，他这个地方是要逼住的，很凶。所以这两个人终于好像我觉得回到正道上来了。其实这个一直是很大的一步棋，但是呢，白棋就为什么着急要下这个呢？我是觉得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拆到这儿，他拆可能拆要好一些，拆低的。他不是怕他这地方直接就藏起来，藏起来那就是这一带啊，这一带如果说我有这个的话，他间接的防止你藏起来，因为我就直接就进了。他一直觉得这个点是特别好的一个点，是，就是这样，所以他希望比如说你如果走这一类的。哦，那我虎过来，那虎过来也行，或者说不虎也可以，就这个规模他已经不太怕了，他觉得你左边已经扁了。哦，他有催促你定型的一个下法。按通常来说，举个例子说啊，当然这个是白的是太好了。如果这有一个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棋形，我觉得白的下个拆二也未尝不。不可能。对，我觉得本身这边白棋就挺想下的，是就觉得有点忌惮这边的这个是后，这边有子他就不后了，我觉得他就可以动出来。对，确实是这样。有子的话，这三个子就有活力了。那这个还是被他拦逼住。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这一带白的就这么下的话，黑的好像有点无聊，对，就不知道怎么无用武之地了，他的后事。黑棋现在呢，不走这个呢，作为白棋来说，他所担心的一点就是黑的藏起来这个之后，这一带是一个作战的一个场所，就变成了，或者说就变成了黑棋，就是说可以和白棋争胜负的一个战场，就是左边。不过这好像我觉得也不会太怕，再加进来加也行，我其实不加，我还是走这个慢慢再加过来啊，看他这边怎么补，就让他补吧。就是我是有这个的一个想法。他现在这个黑棋还越战越勇，还逼过来了，是逼是特别大的一手棋。这白棋为什么我觉得这手棋有点脱离主战场？你觉得白的也下来啊？是吧，这地方尖一个他都不在这儿走，是不是大家也挺想逼住他？他有点担心，然后我就在这边再下一个，再下啊，您爬我再靠出来，我觉得这两点是见合的，那我就拆个二怎么样？这时候再虎有点不，问题是这样，那个、什么吧，你这拆二不如虎啊，虎完之后这绝不他下什么都是这个棋形，你如果这里不有个虎的话，你像这两个、那我就这样，这样的话，因为我这个你这两个交换就不一定便宜，确实不一定便宜啊。他不会走这儿是吧？他不会走这儿，对，或者说白棋一定程度上他还一直想让黑棋这么下，哦，想让他走到这儿、交换有可能会亏，因为这一带你的下一手啊，刚才你摆的这个就是反而可能让黑棋有腾挪的棋，你要还是走在这儿呢，刚才我说的这两个交换为什么白棋不便宜呢？黑的可以从上面过来，还有呢是上边他这一跳呢几乎也把你头给封在里边了。哦，这两个交换还亏了、不一定便宜，不一定便宜，起码是不一定便宜，因为他现在黑的是白棋直接虎一个虎，走这个他不还是回到这儿是吧？对，他还是逼住他爬进去，哇，这个够狠的。白棋跳，这绝不，我还很想下这个。
就是这样顶过来搬。是。黑棋是不是有别的反击呀、啊？别的反击，挤这个顶上。对，这个是这么想。是再顶上这个啊？嗯。嗯。有。有，应该白棋好像也活了。白的就如果送一个，打一个扳住，然后再拆回来，这怎么样？哦，弃子了、嗯。然后拆回来。嗯、我们来看他的实战，可能实战唐伟新白棋的下法也有点。这有点大同小异，他是走这个，然后他希望黑棋挡住的时候，他就把它带住，是这样吧？嗯，嗯，对，这样白棋挺不错的，是是是，但是他盖出来之后，他肯定冲，那这战斗会形成什么样的？这是好像是必然的，双方好像都没有办法妥协，没有办法，因为你走别的没意义，他、可以挖断你的啊。当然不可能走这样出头了，这个形状太丑了。嗯，搬断掉，他直接拐回去。这个似乎白的调子也不错啊，他如果藏这个他就跳、白的还可以，黑棋利用自己争子有利、他飞到这儿，就是这个争子有利、是吧？嗯，这个局部大概这样定型很正常的吧。不过白棋能走到这两个，把这吃掉，这个左边也是很捞了一大票。嗯，他是打吃长，然后他再跳，嗯，然后白棋吃掉。这个其实我觉得又是一种转换啊。白棋下到这边，然后黑棋这边好大。嗯，黑棋好大，白的这边我觉得更大。我怎么觉得白的这样定型，第一杆我觉得白的是可以的，这还给脱退还能走着。黑棋虎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拐很好的一个点。他是跳一个，嗯，这个白黑棋的这块够大吗？黑棋这边也省一手棋。嗯，主要是他是看在这个缝上，嗯，就觉得黑的还能够下嘛，否则的话，这个结果，因为我觉得这个虚空白的承担也有点大呀。嗯。现在是不是仍然双方还是一个均势？大家也都判断是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面。嗯、对。啊，这地方还要再走吗？没打。他走一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走？他是这个地方，他如果走着一下的话，你这边打出来，可以打我就是打了。他可以这样打个退，提掉，然后退一个。对。啊，这扳道的一个好处。嗯。是。嗯。扳着总是好的。扳道的话有种种的好，可以说是这样，因为本来比如说我这一点有可能把你点掉。啊，这棋筋死了。是，反正搬着是没坏处，但搬的时候、嗯、黑棋这时候打，诶，他这个不是还可以挡了退吗？他打这个他不可能挡了退了，挡了退他这个先手被他便宜了，那他还打不着，他也只能挡。对，但他是挡了，所以黑棋现在这是一个反击的一个状态。啊，他，哎不，他没打，他打吃，他先打这个，嗯。然后黑棋搬，
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转换啊，吃粘上，双方下得很紧凑。那白棋这个有个吃，一吃就活，然后这一般也活，这个白棋目前是一个安定的一个状态。黑棋下的也很有意思，这手棋下到小尖，我觉得也是不容易想着的一手啊。姐夫又怀疑他是滑标了。这个反正按照大家的第一感，可能他因为是这样，他阻止了这个小尖，他阻止你走出来，是吧？他不是这边有先手吗？对。哎，这个先手下到哪？这个就先手。哦，这就已经分段了。对啊，然后他一活，这个连出来就行。是。他就是围住中间的空，这空够不够？问题是，这个程度的空够不够？白棋吃掉是不是有先手意味？对，白棋吃掉了，黑棋断。这个太大。这个算草肚皮吗？金角银边草肚皮。我怎么觉得有点痛心啊？黑棋不应该这样下呀？这几个是真的不能要了吗？不是说虎先生吗？虎完之后顶怎么样？虎对，虎完是个什么情况？我看看啊。对呀、啊，他是虎一个，为什么不这么下呢？虎一个他应该搬嘛，不是我搬这个把你搬死，是吧？他可以虎。对，虎完，然后我虎完我就要顶吃了。虎完白的是要搬这个，他做活，然后我顶吃，哎，你提了提一下，然后白棋大概应该是要进加这个啊，加了这么不用那么狠哦，可能是这样。白棋这样对围怎么样？也退过去。其实白棋这也挺大的，下面还少一个拆。这棋我觉得黑棋也很难下这样的棋啊，它就围着一方地。对，中间的空白棋这个虚空乘起来也特别大。这个小尖想法很独特，反正第一感没觉得它是然后白棋把这个吃了，挺实惠的。然后黑棋断掉，这是先手打吃长，然后他做活，打一个踢掉，他还是走一个，对，他还得退一个。那这个小尖什么意思？那怎么也是亏的嘛，就这棋形。对啊，这个比较怪的招法是吗？你看这个吃两个之前这个都没顶着，本来黑的可以顶一个打一个，官子也没收着。这个虽然应该是不是，虽然我是还没来得及做形势判断，但是我第一感觉这个白的肯定不会坏。然后贴了一个一跳，他们下到这儿是中午休息应试杯规则是中午12:30休息，到1:30继续到1:30比赛。中午休息的时候是午休或者是吃饭。这唐伟星下了最后一手，双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这手棋是必然的，下午开赛之后跟预计的都一样。就是会下的转黑棋。据说宣布休息之后啊，两位棋手一动不动的盯了棋盘好久。还有这样。对，就是说完休息，然后两人就同时也看着棋盘还不肯站起来走。对，可能这个大家这个时候还没有心情去吃饭这个棋，这部棋也是体现了唐伟星的风格的一手棋。实际上这手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午续赛的第一手棋，因为这手棋是必然的，不下这的话，基本如果你先这么围困，还差5目棋呢。
这不围也不行啊。对，这个已经都下成这样了，肯定要谁都能想着的。因为当时你现在搬进来，我可以断掉，你这个出不好出来，总是要下在这个地上。但是对于下边的这手棋，下面白的行棋，其实分歧挺大的，也有棋手觉得应该下在这拆了。我觉得也够，人家这边这么厚还逼住，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你觉得这么厚，他觉得这边有家，对，他觉得他还要弄你了，是吧？还跳。不过实际上这个是好是坏，现在目前还很难判断。确实是这个是一个棋风的问题。其实以我的第一感来说，我还一直还有在隐隐约约怕对手在这边点我一个。如果能这样点到的话，这家就没了。对，这个肯定不能给你点到，就是什么时候黑棋点都是后手，白的肯定不会理的。嗯，这是肯定没有时机点。但是你这样理的话，你理到哪儿都很难受，是吧？你要接上我一挡，你就不活了这地方。你要确保做活，你只能走这个。那这个扳就家就没了。另外，我什么都不走的情况下，你如果真是来加我，你看，你是算你狠，但是这地方我要进来的时候，你这块棋你也不活。所以这个是逼住我，这是真狠，非常狠的一个下法。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第一局啊，唐伟星失利以后，他给自己总结啊，不是写的吗？他就是在优势的情况下不要手软。他其实他是这样，我觉得唐伟星其实第一局之所以会输，实际上也是犯了就是很多职业棋手都犯过的错误，或者说也难保唐伟星以后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说他在优势情况下，他就是说一会儿硬一会儿软，他没有一个就是说特别明确的一个战略，就是我首先我硬到底，首先就退缩到底，他也能是赢，他能守就赢了。他就是他经常是进半步退一步，所以把那盘棋搞输掉了。你刚才说的是罗慕真说和对裴林环。他们研究出来的结论是唐伟星起码有五次，在五次的胜利，他就是说在这五次中，我觉得肯定有好几次是应该进赢了，又有好几次他应该退就赢了。肯定是这样。对，唐伟星其实也写到嘛，然后他说他就是有一度啊，他就在等着朴廷桓认输了，已经他觉得他已经必胜了然后他就等着对方认输，谁知道他说这朴廷桓一步一步的这个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第二盘的总结就是在退和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进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对，这个是一般情况下这个退可能棋手的心态上不太好，所以会进到这个地方。不过他确实自己也有风险。对啊，这直接走到这儿可千万别用力过猛了，黑棋尖冲。对，哎，这时候我的第一感又要进。对，想了一手棋然后后来我自己觉得也不太靠谱，我第一感想下到这儿。这个肯定下了。然后我就想这样，然后我觉得不太靠谱，我就如果立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那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是爬吧，还是冷静。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黑棋就这样下的话，白的这手还行吧，然后再长让它就飞过了，飞过去跟当拆二比的话有利有弊，也不一定说黑的就白棋这手棋一定好跟拆二比。我如果当拆二黑的这里少几手棋啊，你毕竟你现在空也是多了一些，特别扁的然后黑棋再飞，这个其实瞄着这个有个尖刺，
接这块你应该走这个，不能接吧？对吧，接我下来，你爬这个，我这有个扳。哦，大概是这样，挺还是挺大。那这冲一个不解决问题呀？这冲一个，这还是有尖。嗯，他是希望你如果能接上的话，这白棋总好的。他这地方要补吗？小尖，这地方能补吗？补也可以啊，补也我也走掉了好。另外我赤牢之后，中间我可能有看得起。哦。这个有断了，有这么打出来，这个是一个援军。对，他刺到了，一会儿可能这种跳啊，对，肯定是有利可图的，这个刺到。假如能刺到的话，肯定是有利可图。嗯。所以黑棋没有让他轻易的刺到。嗯，对，黑棋可能我的第一感一直没好好的点目，但是我的第一感，我总觉得黑棋的形势不弄乐观，不能乐观到这样，我的接我就可以了。嗯，黑棋就围了一个草肚皮。嗯，是。白棋又有金角又有银边。是的。这是不是说法太有倾向性？分冲一个。对。啊，然后他再粘回来，嗯，白棋现在是一边是攻着这堆黑棋，嗯，当然你什么都不下的话，我就一照进去，那这就危险，很危险。然后这地方呢，时时刻刻白棋准备着冲了搬进去，再打出来。啊，那其实走到这儿，其实还是撑着下的。本手可能是在这儿。不，这不能下本手，肯定要下的。这个是肯定是要下的。刚才说了，你要下到这儿的话，差一个差五目棋啊。所以肯定要先撑住了。但撑住它不是以后有风险吗？有，这就有断。有。那现在可能这个风险越来越大了，因为黑棋还欠着棋呢。对，我们看看黑棋怎么处理。一起走这儿，这个也很顽强。咦，我如果小尖的话，它可以贴回来。它没有贴回来啊。它可以贴回来。你这不是你只有扳断，因为你顶的话我冲。哦，这就有靠了。有靠，所以你要扳的话我断，这也打了下来。这地方有瓦。哦。所以它也下得很顽强。嗯。哇，现在就来了，一冲。这一档，哇，这扳怎么办？我想让大家也来看一看，刚才一直说的，如果它断的话，我就这一打吃一打，这边的子就派上用场了。而且我现在这边肯定还有先手啊，嗯，对吧？刚才我是直接，虽然我断不了它，但是我觉得我这边这虎肯定先手吧？对，那虎一先手我就把它蒸了，所以这时候是不是黑棋？要完啊，黑棋风险很大。首先我们这个是看能不能断，不能断它怎么退，好像也所以好像这边的这个跟这边我感觉白棋应该能组合上，所以这退肯定不像话，这个也退了好多目，应该也不行，所以这时候黑棋有什么好办法？黑棋能怎么办？对，咱们也为朴廷桓也想想办法。那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这个确实是已经进入了难局了。嗯嗯，好，那咱们休息一会儿，稍后为大家解答。好，一会儿再见。什么？你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式杯决赛五番胜负的第二局。唐伟星对阵朴廷桓，刚刚呢，我们是下到了这个扳。这个扳，其实作为黑棋的应手来说，那当然是断进去是第一杆，或者说是最直截了当的一步棋。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行不行。这个应该风险蛮大，打吃长。是。那它只有跑。这个地方它应该只有跑，走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它可以把它提掉。嗯。
这个白棋中央很容易处理的，不会有问题，所以他应该是跑。然后呢？他打吃，再跑，是不是能把这边卷死？再跑，他可能这个他可以接一下，接黑棋。黑棋估计得在这边下。因为他如果无论他吃一个，我他这样吃也行。当然我先冲一下，再接是不是好一点？再冲。这现在已经一间这个都，对，死了。就是说你是不能走这个的，我有这个。对啊，这随便一走这边都行啊。嗯。所以这个是黑棋是暂时是不能那么下的。这个地方是不能黑棋，确实不太好硬。这地方实战黑棋是走到这，对，刺一个，这也是有点虚晃一枪的意味。先看看他这边怎么定型。对，如果通常就是爬回来，其实也可以。对，他是搬吗？我也不知道他下什么。不，这局部来说他是有这个扳的。扳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断的话，他立啊，断断他立。你对打吃这个藏出去，你就这个不太好扳。冲再冲有没有可能？我粘上，然后他拐一个，嗯，然后我就这样冲，他粘，然后我再冲。不是，你现在肯定是不行了，他这子再多一两个，这个就断掉了。哦，就那边就有问题了。对对对，是。本身局部好像还可以。是局部。但是由于他这边有先手的问题，所以他现在不能这么下。但是他现在啊，黑的为什么现在刺呢？因为这一带厚的情况，他有可能白的还有可能往这接。那粘这个呢？不是目数已经便宜了吗？所以他现在黑的也是在这边的未定型之前，就先刺一下，也是一种比较高明的一种战略。声东击西。嗯，他其实主要觉得这一带不太好下，他反正先下个这个，也让你难过一下。其实作为白棋来说呢，他的策略也可以。我现在我就该硬拿我就硬着你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刺因为本来就有的嘛。白棋实战是走这个，这是眼见的一个，可能也是蛮简明的一个下法。白的可能觉得这么下已经行了。算是大官子吧，粘上对。不下黑棋这个其实也挺大的吧，断进去我就只有粘上了吧，应该只有粘上。嗯，对，正好把这吃了，然后再爬。哎，这个黑棋还先手，白棋再拐这个啊，这个也断了一吃，这个白棋只能脱先了。啊，对对，这个不过也特别大，这手棋，那黑棋还是下。对，黑棋继续断。但是白棋，我们看着白棋这样定型啊，黑棋是实在是没有勇气走这个。哇，这我就吃。我再吃。嗯，再吃。对，这个肯定不能跑这个，一张C提就完了，他能提这个。然后再吃。对，这个三个棋筋，然后就下打入。打入的话，好像黑的不太好办。拖过。拖没拖过，真拖过的就算了。这。
顶了一下吃，对，即便就是你得空这地方先跑一个也没用，我还是顶了，是打吃，先打这个，不能突破，只有先走这个，走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可以搬在这断，断的话我可能吃应该也是可以的，也不起，对，这看似中间好像已经还有一个，我还可以立，立下去可能更强硬，你走别的我一接上就完，你要走这个其实际上也是不行的，我一恰吃，掉一打，所以黑棋这个这下法不能成立，吃不掉白棋的，所以这个时候对黑棋只有接这个，那么白棋呢是又把这个接回来，这个棋应该白棋蛮好掉的，对啊，黑棋这边是不是还得补棋啊，啊这个是刺是算能刺着吧，肯定要补气，能补活就很不错了，挡上，对，他这个挡上还是幸亏黑棋这个是先手他才活，就是他这有个扳，对，这个所以说你这个点完走这个，我换句话说如果我这白棋有一个的话，你这块棋死了，对，他弯我接了，那里边是刀把五，现在靠这个它是活的，那黑棋是挡住，那黑棋要做活如果不靠这个的话它是可以走这个的，它因为现在有这先手它这个官子好一些、然后现在回过头来白棋再爬回来，对，那我们看看白棋这里究竟得了多少目、你看有搬进去、如果你不能搬进去算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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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感觉十五目朝上吧，对，我一般我看于老经常他是点子的、一看这点子这不是点子也可以，十五目以上吗，对，这已经跑上了，对、你说十五目以上，对，我这三个子没点了，差不多小二十目有、对，所以这个好大、小二十目已经被白棋先手钻掉，那看看这边黑棋能得多少、对，黑的是扳，这个是黑棋的权利了，白棋也到老实就粘上了，那这边黑棋没得什么，得的不算多吧，反正他也算把白棋的空破，不过这个太守棋好像我怎么觉得这个本来就有的，这个本来不一定有的地方，就是说本来这个地方就白棋不见得我花一手棋就能把你全破、这个地方呢是我本来我就白的就亏了一手棋了，这地方我不有尖了扳嘛，本来就有，所以从目数上来说这地方白棋得了是可以的，这个先吃，这个先挤，这个是也是黑棋的权利，白棋接上粘上，然后他才退长，下来，所以他也是为自身的联络吧，哇这个简直是简直是什么我官子好手天外飞仙，这棋能到这儿吗，你也很难赢，不是，对，就是不能这组，这个刺是先手，我这地方
有个跳点，那这个地方去看作是白棋是可以写成这样的，所以这个点对这边来说是先手，对吧？那是说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能不能团呢？嗯，我这地方能不能团呢？团一个呢？这边是有什么东西？团的话，它可以，可以团，但是它等于以后的话，你小尖，小尖，我起码这个。我不算这个先手啊、嗯、这个先手我就打了搬了一路搬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下法呢，它是可以拼一下的话呢，是有这样的棋，有吗？它没有，我可以打吃断，没有我可以顶出来，哎，团一个是不是好一点？这是错的话，这不是有次次了搬过没呀？还是有，对呀、啊啊、它还应该团的，我觉得说白棋可能有这样的棋，小飞，你只有小尖，我以后就一爬，就一爬了再走回去，这个的关子，这个呢还是有一点点便宜的，就是点到还是好的，对，点到亏是肯定不会亏的，嗯，有所得，对，啊，这个棋。现在黑棋立，嗯，白棋点，黑棋上面跳一个，这个是留下一个关子嘛，总是它总是好的。啊，白棋挤，嗯，这个挤有点痛心嘛，我怎么觉得？粘上，非必要可以慢点挤这个。小剑，开始收官了已经。白棋是不是觉得形势还是不错？黑棋小尖，嗯，这个局面好像比较简单一点，没有大块的死活对杀。对，那现在的话，这地方是有断点的，你如果这地方被白棋突破分段的话，黑棋这块棋又有问题了、哦、这又有加，不是有加，就是我只要把你上边的眼，上边你做不成眼，我也把你分段，你这地方你已经做不活了，就是说，就是上面他没眼的话，对啊、嗯，这个他挡的话我有加，挡的话是加吗？加了一加，加也可以，对，我搬也行，搬你只有打住我打劫、哦，对，这个也是打劫，这也是打劫，我走这个走这个，他走，哎，打吃也是打劫，对，是打劫是吧？对，嗯，渡过，嗯，对，对，是，嗯，对，是这种，啊、打劫，但是是这个有没有进杀也不一定有，反正我搬这个也是打劫。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有点薄，黑棋是要补了，挖一个，挖一个。如果你挡上黑了，就是先手，这地方就没有断了。哦，连着的。靠，我也冲吃掉。对，这有一个。白的是不是退了？退了。嗯，退。黑棋补了一个飞。嗯。白棋还能靠进来。嗯。好像还是要瞄着他这边的一个靠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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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这样，你如果简单冲他就是这样出来就行。现在这个局面是不是又是肯定对唐伟星有利啊？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刚才一直都在讲嘛，这个草肚皮本来也不大啊，然后后来呢又被这个地方对又冲进去20亩，嗯，然后那总体上来讲，这边的所得我觉得肯定不到20，是，那全局，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又是唐伟先好。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是，因为第一局应该是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好着好着，然后就好像就手软了，然后这棋下着下着，好像感觉白棋又好了，啊，越好，这个对，这个是，但是师傅是还没有到赢下来这么一个局面吧，我想他这样。黑棋先搬一下。哦，先搬一个跟白棋粘上交换。嗯。挡。那白棋就虎过来了。所以这两个是见合。虎过来是吧？对。嗯。其实。这样的话，我这个打还是先手哪一个？哪一个？我这个打吃要断完之后打吃先手，所以我可以打吃。嗯，打吃把这个接上。哦，接上这个有点风险吧？我把这个补了。这个断不着了。或者说我最臭的。这样，你是个什么情况？有危险，不能像这样。你接上我接上，你可能都要死在里面。这不会像这样。那他挡上？不是，挡上，我不是虎已经回家了吗？你说我这个先手不已经回家了吗？简单的我就一吃。对，我就一吃一吃，我干嘛要吃这个呀？但他要走，只能走这个。啊，已经搬掉了，不是说对，是已经搬掉了。你要走这个的话，他一虎已经回啊，对，回了，我就吃这个就完了。对，所以他现在黑棋还是走这个。嗯，他也冲。这应该是很显然的是黑棋的一种胜负手。黑棋没什么，对，没什么棋啊。不。黑棋就是准备你要走这样呀，就是说我不敢打了粘，打粘他就挡了，对吧？刚才您不就要挡了，打了粘就挡了。啊，打了粘不是走啊，打了粘他把这三个粘上，你要玩。他把这三个哦，您说打粘这个呀？啊、你要粘哪个？粘这个不？对，我说粘这个，他挡上了、啊。所以他是把这个吃。哦，是不是能吃脚啊？他挡上这个，然后这样打了粘，他冲。哎，他挡这个呢？啊、是挡这个。对啊，如果只是简单的打了粘，他一冲，打了粘是有问题的。对你如果简单的打了粘，嗯，我看一下啊，然后他就冲就行了。我、哦、这地方一走就回来，走哪儿都回来了。不、啊，我就是你走的时候，我这边还有半个眼，这是最要命的。你要把我这分段，你肯定要分段我一说。哎，对啊，那我以后我不是我有这个吗？我这有眼了，我就打了叫吃，所以这个白棋简单下法是不行的，不能打了接上。这地方白的有个好棋，有个靠。这个唐伟新是计算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棋我就下这个。哦，就把他这个眼破了就行了。要把你分段，也要把眼破。所以他不能走这个。嗯。他要走的话，刚才是要搬，现在再搬的话，
现在在搬，你是不是有点考我了是吧？我家。这边要吃，这边要吃。对。然后它是。这个不用想了，肯定不行。那就不行了，不行，冲不行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是如果粘上的话，你一吃它再走就变后手了。对，是是是。哎，这个地方。双方还是就是说投入了不少时间进行计算，我这个上面看不出来用时的情况，不知道谁之前说的是被罚点，唐伟星比朴廷桓用时多15分钟，之前是治什么钱，是这个治治好治多少钱啊、看看，嗯，就是下到，下到这个洼之前，朴廷桓是还有36分钟，啊，唐伟星26分钟，唐伟星要被罚，对，唐伟星是多用10分钟，嗯，下到洼的时候，那后边这个这么多复杂的变化，不知道双方用时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棋。其实双方的目数还是蛮接近的。哦，这个时候跟罚点可能是跟胜负可能会有点关系。您看啊，下到这儿，他搬，嗯，然后他一打吃，然后这一段吃的时候，唐伟星还有10分钟罚点，这个时候，彭一环。朴廷桓比他多10分钟吗？啊，哎，少用10分钟。对，所以他还有20分钟才被罚点。这个棋就是说，靠在这儿的时候，如果你推在这儿，他只要推在这儿，是不是师傅是不是就行了？是吧？哦，推在这儿，嗯，你就没有眼了。对，是这样。所以呢，你要走这个呢，他有家，所以这个靠是一步很好的一步棋，也因此呢，黑棋只有走这个。然后呢，白棋叫吃。假如你接上，他要什么？他下这个，还是接上就行，接上就行，对，接上就行。你要走这个，他就退就行。这样，你上面就没眼，也不能联络，这地方你做不活。是这个，就双方形成一个转换，这也是挺奇妙的一个转换。提掉，然后他也粘上。粘上。而且断是因为他这地方牵手棋嘛，断了能吃两个。然后黑棋去做活。嗯、飞。白棋飞。一起冲。好。嗯。对。冲这个。啊、哦。白棋退。退。黑棋应该要连回来，对，连回来。白棋现在还暂时还不用走，因为这个结合这个吃是剑合。嗯。然后收官，它是刺上边。粘上。这回就应该平稳收官了吧？没想到这个感觉这棋快下完了，又突然出现一个转换。啊！哎，他这个地方，对，他不是点进去的。就本来是说是这地方有个点的话，他、嗯、一路一搬是要过的。这个打劫大概黑都不敢打了，可能关过，但是他现在冲这地方的目数很厚，不过这地方有个一路利他可以过。哦，这样跳过或者是尖过，对，都是联络的关系，这个
这个子跟这个子也是联络的关系，所以这个都是一种基本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熟练掌握。实际上下棋当中，对，就是说经常有的时候会这个有点，那么如果左边这一带黑棋空的话，啊，它到哪是安全地带？对，走到这儿是很安全的。嗯，这当然也很安全。最安全，这个是很安全的。可能很多棋友不是能够一眼就会往这去想，但是就觉得怎么一路上这隔了这三个格，但是我已经是通连的。嗯嗯，好，我们看他的实战，对他冲这个、一下，啊，挡住。这个黑棋现在点，黑棋点，黑棋实际上它是这样，它不好下决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也还是有点胜负的地方，跟这个交换掉，如果我再点你是不是已经不活了，打劫呗，我就提劫，对，是，那哎，等一下，哎，您这一块儿，我这个是先手吧？先手。那我哦，那对，那我一挡不是活的吗？你是那你得怎么走掉它呢？点了扳，点完扳接，那倒是先手，然后再挡上，啊、这还给我扳掉啊？对。那您提这个交换已经亏了，亏了一点。对。好，那我们来看他也没提这个。没提这个白的就接上了，白棋接上它就比较简明了，是吧？这地方是有个后手眼，顶一个就是一个前的后手眼。这还有通连啊、嗯。那我如果走掉渡过这个，你就吃这个；你走这个，我这个不是扳着，还是先生就随便走了，肯定是活了。嗯，黑棋挡住，白棋断。嗯。那如果这个就亏了，被他一挡，那被我先手先尝这个，那他还继续走、嗯、再贴这个棋，好像跟贴末还跟法子可能有点关系，如果一方被罚一方不罚，可能被罚的那方 就有点危险，够呛，如果双方都不被罚的话，我觉得可能白的是要赢了，这棋就怕唐伟新被罚点，嗯，那个朴林桓没被罚点，就像是这种英式杯有没有说因为这个用时啊、嗯、这方被罚点了输掉了，你肯定有啊，就本来是赢棋、哎、然后一罚就输了，肯定有那这个得多心痛啊。嗯，对，这个还真是时间就是目数，完全就体现到目数上去了、这个殷昌奇老先生那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他发明的这个规则延时要罚点，就是你刚才那句话，嗯，时间就是金钱，对，时间就是目数，你得花钱来买。嗯啊，有，我是反正对这殷世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应该是第三届殷世杯的时候，就是日本的大足英雄参加的、嗯、还有一个我们是中国的原来一位老棋手，后来是旅日了，叫陈家泪，陈家泪是典型的、慢棋，对、哦、他是那次他们两个人对上了，抽签对上，然后陈家泪是下的是那个是黑棋，大足英雄也是那时候也是就是说也是特别的不拘小节，他当然他的辈分他也够，嗯，所以他当时就哈哈大笑乐，为什么他说那其他说他要贴十三目了再这么下他就这么说，然后他就考虑到陈家来要被罚两次，对，嗯，要罚四点，对，那时候已经贴八点嘛，相当于七目半、嗯、就是说他要旁边十三目才要赢，哦哦啊，所以他也挺逗的，我这棋应该是就是说就是罚点的话会跟胜负会产生有关系的啊影响，因为殷世杯的历史上应该是出现了很多次，
然后因为法典就是胜负，最终的胜负就改变了。对，他现在轿车，哪吃轿车上是为了这个班，就把这个字彻底的留下了，是吧？班这个粘上，粘上，然后他再粘上。我现在也接不上了，肯定是接不上了。现在白棋就使出了这一招，嗯，啊，一路扎，应该说没有这招好。我觉得白棋这里亏了，不会怕吧？你要走这个的时候，我再点了。这个打劫应该不怕。对呀、啊。这打劫这有这么多，对呀、啊、对呀、啊、对，不会怕打劫，所以我一手就搬过了。你这个我为什么要交换这两手棋？这个是有问题的、嗯、这个冲一下是有问题，接一下问题，这地方白的亏了一点，搬过这个、搬一下，立，然后黑棋搬粘这个，棋小尖，这地方还是白的还是亏了，本来没有这两个的话，他还有点的关系呢。这个轿车先手点你，如果挡下来，接上先手，两冲，啊，这个地方亏目数。嗯，黑棋这个小尖特别大，吃掉。嗯。白棋爬。白棋直接点，好吧。然后黑棋再搬粘这个。现在都是好小的，一路铺一个，但是为什么手数还有很多呢？是要铺，不铺的话被他一接上都是木了，全部是木了，铺黑的时候不理了，对，黑棋打吃，嗯，白棋接上，然后拐下来，嗯，现在已经胜负已定了，多少就是多少啊。哦，是吗？你看得那么清楚啊？因为我觉得已经没官子了。嗯，是不是？现在已经都没有大的了。但是这个应是被老有一个变数，就是一个延时法典的。对，就看他们两个人。盘面上显示出的胜负，还真的会有点小出入，有的时候。虎一个，因为我现在看到已经没有什么，双方都没有什么可犯错误的地方。他这个也挺厚，是吧？搬不平，搬了接上，然后就补回去。那您抢了一个搬粘后就吃？这个搬粘是三目，这个没有三目。嗯，我怎么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三目？哦，嗯，不好意思，他不是这样，他是吃的时候他才下的那个、哦、不是这样的是吧？对对对对，不是，是白棋吃，不是黑棋下，现在是白棋下，白棋吃黑棋，白棋吃黑棋、哦、这就对了。我想黑棋怎么自己走一个，白棋就把这个提了，嗯，然后黑棋搬粘啊，三目还是被黑棋，这个倒是如果说跟用时没关系的话，倒是真的是胜负已定了、嗯、然后现在一弯，上边弯一个，黑棋搬了猴，这样收官，搬了猴，嗯，白棋猴，这棋搬了猴黑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收官方式，如果单猴被他走到这差一目棋，有可能会差一目棋，
就说他是这样，你现在八个猴的话，你如果就看这边，对，这边如果这样的话就差一步棋啊，这边如果黑的白的走着的话，白的倒是都是摸，对，就是假如说我就是白棋在这儿都不行，我这一般就对，就是他这个黑棋没什么不好的，黑棋走这个你要下这个你也能下这个，白的还有可能能下这个，嗯，只有便宜没有亏，嗯，那以后黑棋是有个小尖就行了，对，或者一个团组就行，啊、嗯，这个地方那他就肯定要补一个了，嗯，现在粘上，这地方有打吃了吧，对。白棋是挤一个，黑棋立下，五目，然后白棋抢上边的那个，把它尖了团掉。啊，白棋尖了团掉，啊、尖这个是吧？对，然后团掉。这个，嗯，这个白棋目也多啊，黑棋的目也多两好几目、啊。白棋的补啊。对，白棋粘回去。嗯。哎，就是先手一目。小关子了。对，粘上。嗯。很细啊，这个局面。粗略的看了一下，特别细。棋。爬一个，爬一个，现在没显示双方有人罚点，肯定要被罚，因为这是双方超过六个小时以后是肯定被罚点了，就是四点半以后，嗯，肯定会有棋手被罚点，然后打吃粘上，这个特别逗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网上有说这不是一打吃吗，嗯、啊、然后这个说唐伟星就是指着他落子的应该是指着朴廷桓吧，嗯，说不让他一手下棋一手摁中，那指着他让他用下棋的手摁中，哦是吗？可能我觉得还是应该让裁判长提醒比较好一些，是吧，但是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一下的时候一紧张了就忘了、嗯、就慌乱了，所以我们这棋手有的时候也然后一看到这个然后就特别想笑，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都说我们棋手什么各种的淡定、嗯、各种的面目没有表情、嗯、但是他们其实在对局的时候也有慌乱的时候，有，尤其是这样的包杆制的比赛，然后能看到他们也是不容易一见的。其实说就是说有，就是有那个这样的没有读秒制的比赛，嗯，比赛中唯一的一个，对，正式的职业比赛这是唯一的一个。因为我们再短的比赛的也有读秒，就十秒钟一步你要下，那你十秒钟之内下棋、嗯、你就不会被超时判负，所以韩国棋手根本可能就没有下过包杆制的。咱们中国还有一个比赛叫昌棋杯，昌棋杯，对，跟这个应试杯的规则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应试规则就是说跟以前的那个应试杯这时间上缩短之后、嗯、对棋手的就是他们可能不适应，要求更、啊、更严了，太短了，原来是自由支配时间有三个半、嗯、这个地方你又多出半个小时，然后延时罚点的话是35分钟罚两步棋，对，他这个罚点吧就是这个延时的时间好像也有讲究，是这样是几分之一，对对对，好像是啊、嗯，是，所以它现在就变成20分钟一个时间段，原来35分钟，它整个的用时，它少掉了，你看，
少掉一个小时。嗯，先少掉半小时，然后15分钟15分钟。所以这个比赛就是说，原来英式杯的话可以下掉9个多小时，现在是没可能性。嗯，就是现在两个棋手各起码要减掉一个小时。所以说，相当于是每方3小时40分钟的包干制。那这贴幕原来是等于是相当于4小时40分钟的包干制。嗯，就是你理论上你可以用到4小时39分59秒都可以，但是现在就是3小时40分钟以内你一定要把它下完。是，所以这个有点紧张的。 对确实有点紧张，他们还真的是不习惯。3小时40分钟的包干制有点紧张，这个还是对就是是棋下的比较快的棋是比较有利的。嗯，然后白棋团这个，黑棋冲吃。嗯，粘上。还有有目了吗这一团？然后这一搬粘。嗯，搬粘了是吧。嗯，上边弯一个，这还是这没木，没木为什么去弯？对啊，这被挤了还得补回去。就是啊，这是个单关嘛。对，是个单关。啊，不一定是单关，它这地方白棋先收的话，白的可以断一个，你就很难受。断一个，能不能？你说。你能接到这儿吗？不行吧？让我一跳。跳家，然后这还有个断。对对 对，断一个，如果你只能往这儿吃，只能往这儿吃，可以往这儿吃是吧？这吃您这走几个，这有没有打吃？对，有问题。打吃了，打了藏出来。对，这里边也是没有气的，好像就已经。对。哎，不对，但我挖呢？挖它这地方有叫吃啊。叫吃我就提，您不是还得吃吗？这没长气、啊。那我可以贴这个。哦，不用吃了。对，就是说是出棋的，对，就是我能得到便宜一目棋我就可以，再打吃一长。嗯。有味道，所以黑棋这个是要补，是要补。那黑棋怎么白棋不早点走这个？早点走这个有用没用？可能也可以走，其实。早点对啊。你可能也能走到一目棋吧，起码黑棋这手棋一目棋是有的。粘上，然后他一挡。一挡。让它粘上。黑棋就是要直接收后嘛。一提。黑棋粘上。嗯，然后白棋也粘上。黑棋提。嗯。白棋粘上。嗯，对。这是黑棋提，白棋粘上，黑棋也粘上，白棋我们是白棋靠棋，靠棋对，白棋靠棋，我们这在棋里的白棋局面不是白棋的局面告急，而且这后面都是这个，我看看最后就是这几个单关，然后来打这个劫。看这个劫最后是谁打赢了、哦、在这儿还能，哎，您看这还能有一个劫，一人一个劫，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人一个劫、啊、一人一个劫、啊、白棋 这里就一人一个劫就没有对，最终好像其实是这个劫，就是黑的这个劫是能够打赢的，他想接收后呢，后来被白棋这地方挤了一个之后，
他也没有结结束后的棋，就是白的再做一个结，黑棋叫吃，然后白棋不接，黑棋不接，就没有了。啊，刚才您一直就是在说双方的罚点问题啊，最后呢，这盘棋朴廷桓是被罚了四点。那个唐伟星呢？唐伟星是我看啊，朴廷桓还有六秒就超时负了。啊。唐伟星还差十八秒，就是唐伟星也被罚了四点。唐伟星也被罚四点吗？对，都被罚了四点。哦。最后是白胜三点，唐伟星这个应该是恭喜朴那个恭喜这个唐伟星扳回一局，现在比分是1-1战平。这个第一阶段呢，也就暂时告一段落。第二阶段的就是下3-5局。有那么多吗？我觉得其，是后来结果是白胜三点。白胜三点嘛，黑子好像盘面上没有输那么多，哎，还挺细。唐伟星也被罚四点吗？对，唐伟星也被罚四点。确定吗？哎，我看看，黑罚四点。没写唐伟星，他写的是朴廷桓罚了四点，后来又写黑罚四点，我还以为，对。黑罚四点，唐伟星没罚。唐伟星没被罚，我看这棋很细的。最多罚两点，他就是因为他没写唐伟星，他写唐伟星还差十八秒被罚点，被罚点就没被罚啊？那就是说唐伟星那么厉害吗？那就是说那本局本身，你刚才说的就应验了吗？就是唐伟星没被罚点吗？我看看，好，有可能是没被罚点。我看盘面上的棋，我没那么细，就是不是白的没赢那么多，就是说已经是能赢三点，就盘面上白的赢不了。那好像那这个显示就是唐伟星没被罚，那就是不，如果唐伟星都不被罚，可能就唐伟星要输的就要输了。对，是朴廷桓被罚四点，我确认了。然后唐伟星现在赢三点，对，唐伟星赢三点，然后最后是并且那个朴廷桓还有六秒，还有六秒就超时了，十八秒超时，他还有18秒被罚点，被罚点，都被罚点关系不大，被罚点他还能赢一点，被罚两点关系也不大，还赢三点，对，赢三点，所以这盘棋总体来说，哇，好惊险啊，好惊险。但是如果是董淼智的话，我们还要反推理一下，如果董淼智的话，唐伟星就是有问题了，对。是在啊，这盘棋是很精彩。我觉得官子那个唐伟星又亏了，是盘面九目。唐伟星官子肯定亏了。我觉得这个棋本来的话，唐伟星就是要可能有，可能当时用时，唐伟星领先比较多。就是朴廷桓已经被罚了，甚至已经被罚。起码是罚两点，或者甚至已经被罚四点的情况下，唐伟星觉得已经稳操胜券了，所以他就争取自己别被罚点就行了。就像我觉得冲了以后，这个立完再搬过，这棋是绝不肯定亏了。白棋本来是可以单搬过的，是吧？这个对，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局面，其实我们要如果正常数棋的话是黑胜。啊，从盘面上是这样。也算是挺幸运的，幸运的扳回一局。盘面九目，这棋对是盘面九目。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幸运的，就是第一盘棋那样输了，这么好的一个局面，然后被人家逆转。但是这盘棋，我想朴廷桓更痛，他是赢棋。也不能这么说，这棋实际上，应该说从过程上来说，可能朴廷桓没有赢棋的时候。因为按规则他总是输了啊，就是一直他已经被罚了两点之后，如果就已经输了，因为这下法上可能不太一样，对，就是唐伟星觉得已经稳操胜券。这其实我觉得唐伟星如果没被罚点的话还是有点遗憾，我觉得应该被罚两点，那十八秒就过了，赢一点就行了嘛，对吧？看清这盘棋还是相当的精彩，双方下了。
我们今天猜中唐伟星获胜的棋友呢，我们会在14号为大家抽取11名幸运观众。14号啊，对，14号的时候，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天元围棋频道，然后为您带来抽奖。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继续参加1元赢大奖的活动，可以竞猜唐伟星与朴廷桓的第三局的胜负。第三局现在就已经可以猜了。对，一直可以猜下去。猜到好像第三局要10月份才下。对，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想想到底谁能获胜。不过我觉得这个1元赢大奖这个礼品非常的丰厚，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是，那我这盘棋这个总体上我觉得唐伟星表现出的竞技状态还是相当好的。现在就有一个漫长的休整期，现在比分是1-1战平。希望对应试杯来说，这两位其实有漫长的休整期，实际上当中两位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比赛。希望唐伟星能够坚持住。好的，加油，我们给唐伟星加油。对，给唐伟星加油。好，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哇，这什么？